首先承认你们俩其实是很幸福的。你的骄啊，47岁了，以你们生活13年的经历来看，包括从孩子的岁数来推一下，其实您哄妻子的手段是很多的，啊，虽然这个按陆琪老师说的话，年龄大了一点儿，精力确实下降了一些，把过去那些小手段拿出来用用嘛，我觉得事儿不大，不就要这个吗？对吧？给，能给不？能给。哎，你肯定行，但是我觉得年龄大，你没觉得精力衰退？啊，我也很年轻。是，那您就那个精力旺盛，嗯，啊，喷薄而出一下，对吧？行了吧？啊，挺好。不要像在外人面前一样的，在这里是这样说的，回去又，一会儿又变回原来样子了。记住啊，多向孩子学习，看看你的老大是怎么平衡他跟妹妹的关系，看看你的老二是怎么跟老大。和你博弈和斗争，抢夺父亲的爱的，你学学可能对你有帮助啊。来，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结婚13年来了，我
觉得我自己一直付出的很多，对孩子也是非常负责任，对你的爱更加是，我觉得是倾尽了我所有。我希望你能够多爱我一些，好好对我一下。我其实这么多年来自己觉得对你的爱没有变过，更不存在说这个减弱，应该是更加深沉，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了。我也依然当时说的，你是我手心里的宝贝明珠。一句俗话说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好了，谢谢两位的分享啊。来，请回，谢谢你们。谢谢。